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.8 森林与公主穿越花环西木兰卡任务。到赤福森林上方的这个锚点啊，穿过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这里的话有个 NPC 来找他对话。好，接着我们接到这个森林与公主的任务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任务提示地点小地图右边。小地图右边啊，这边跟任务指引走。好，你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来右键右边这边按一下 T 键啊，按一下 T 键，然后我们按下鼠标左键长按啊，长按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角度，使它穿过所有的花环啊，刚好这个角度是可以全部穿过的。然后我们松开，松开鼠标左键，然后我们站在这里啊，再按一下鼠标左键，然后它又把它收回来了。然后再长按鼠标左键，然后给它这样子，找好角度，然后穿过所有的花环，好，然后松开，好，接着我们再站在这样子，这样子站过来，然后使它成为一条直线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点按鼠标左键，然后让它收回来。好，接着我们小地图右边这边往前飞啊，小地图右边这边飞过来，然后这里再往上跳啊，还是飞过来，好，过来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按一下鼠标左键啊，长按，然后使它穿过这三个画环，然后丢出去。好，这边，然后我们跟着它的指引往前走啊，小地图右边这边过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点按鼠标左键回收啊，再往小地图右边这边飞过来啊，往上跳，然后站在这个位置，你先丢过去，把右边的那个风扇激活啊，把这个风场激活啊，这边激活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往前丢，这样子一次性穿过去啊，穿过去之后它会往前推，然后我们跟着它往前走啊，把它推过去之后，这里的话我们跳一下，小地图下方我们跳过来啊，站在这里，然后给它回收啊，鼠标左键按一下回收。好，然后来和这个 NPC 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从这边走上来，然后在左边就会穿出锚点来开一下。好，这锚点开完之后呢，我们要去到这里啊，我们来到下方这个传送锚点，这样近一点啊。然后小地图上方，从边飞过来啊。好，然后直走。这里的话，先来开一下这里的锚点啊。开完之后，右边这边下来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回头小地图上方，然后这边按一下 T 键，这边还是一样的，要一次性穿过所有的花环，然后你自己找好角度啊，四个花环。然后走过来。站在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啊，等一下它还会动啊，然后我们鼠标左键回收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先小地图左上角，然后把这个花给它打了，打不到吗，我们把这个花给它打了啊，瞄准一下，好，先把它这个风场激活，然后对着这边花环啊，等他走过来，等那两个花环过来，然后我们一次性丢过去，啊，这样推过去之后，来，我们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鼠标左键回收。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小地图上方啊，这里还有一只鸟，然后来拿一下 T 键拿一下，然后还是一次性穿过这个花环，我们找好角度啊，啊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丢过去，啊没丢好，重来啊，找好角度。这里的话要一次性穿过四个画环，等它过了，好，这样子丢过去。好，接着我们小地图下方这边走过来，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朵花，我们先把这个花给它打了啊，这个花先激活啊，激活这个风场，然后再一次性穿过这个画环丢过去，好，它又往前推了，推过来，然后我们站在这边啊，鼠标左键回收一下，
来把这些怪清一下。好，清完怪之后呢，这里的话它独自完成了。我们跟一下它。好的，那这个任务完成了啊，会有个宝箱啊，你想开可以开一下，解决任务宝箱。